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，你有你嘅生活，我继续我嘅忙碌。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，我哋会点下头，问候啊，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。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，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。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？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，我系想念你。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？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、希冀，俾我相信世上有幸福，随手可得，又永远喺掌握之外。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，反而藏喺心底，可以历久常新。贪求思慕只因痴，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。谁令